大家好，我是友安建设创办人王胜文。我们友安建设秉持的理念是盖一栋连我们自己都想住的好房子，因为买房子跟租房子是不一样的。友安想要给大家一个家的归属认同感。我们是少年人，懂这个时代的辛苦。虽然起一栋厝拿需要短短两三栋，可是买房子的人可能是用一辈子的积蓄去买这栋房子，所以我们不敢马虎，坚持每一步都必须严谨。因此我们 都一直朝着让大家能够买下人生中第一栋属于自己的好房子的方向前进，还给大家一栋实在精致的好房子。这是我们一直秉持的初衷，坚持了10年也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永安建设永远安定，谢谢大家。